你随我去黔州，我沿路考你，若你过关，我便带你回长安留用。这次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想不到在这长安城里还真的有人敢刺杀你。长安城里动不了小姐，到了山匪马贼横行的地方，此行西南恐怕危险重重。冲冲一次小仵作，每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，八度空间惺惺相惜播出。